算了算了，志哥，我说不过你。开个玩笑啊，其实男人离不开女人，女人同样离不开男人。要共创一个和谐社会、和谐家庭，男女都是一样的。对。不过今天放眼那个社会，倒出了一些怪事儿。这好多男人、女人都被钱闹的，人都全变了。是吗？这都爱钱的，特别女人。大家年长的朋友记得，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内地百万小姐下广东拼命挣钱呢、啊。当时有个顺口溜，我现在都还记得。什么顺口溜？老公老公，我在广东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打工，一个两个，轻轻松松，三年五年，百万富翁。老公老公，你要想通，要想不通，你人财两空。对不对？这都让钱害的。你说什么呀？我觉得你们男人才是有了钱就变坏。这也不否认啊，男人也有这种问题。就是男人没钱的时候对老婆都不错，有钱了就开始把老婆放在家里，在外面培养很多地下党党员。这如果打个比方啊，我们今天就事论事，现场做个民意调查。比如说你有一天遭遇到这样的情感尴尬，你的老公在外面花天酒地花心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会用我的宽容去原谅他，去感动他，让他回心转意。现在的女人啊，都爱说假话了，这口说无凭。今天大家来到这儿就是来开心的。这样，我们现场为大家表演一段音乐小品，我们来演一对夫妻，我来演一个坏男人，我在外面去花天酒地，去包二奶，去泡小蜜，我看他怎么样来让我回心转意，怎么样原谅我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来，我知道环子是学戏曲的，我也是学表演的，咱们说练就练。婚姻里有句名言叫做七年之痒，就说结婚七年呢，人的感情最容易出现裂痕，产生危机。我们就是一对结婚七年的夫妻，生活已经很麻烦了，爱情也已经很麻木了，所以脸上也就不可能有笑容了。哇，就变脸就变脸。老公老公老公，叫个夸子叫，一天到晚老公老公老公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你老公是吧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在外面不许叫我老公。那叫你什么？叫我表哥。表哥。干嘛？你得陪我去逛街好不好？老子去年才带你逛过一次街，逛街有瘾呢、啊。那不已经是去年的事了吗？再说今天也是我们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啊，你就陪我去一次好不好？就光这一次啊？就这一次。咱们去哪儿啊？汉镇街。走前面，走前面，拦着。老公，你看这个文胸好漂亮啊，你给我买一个吧。什么东西？文胸啊。奶罩就奶罩嘛，纹什么胸啊？就你这身材还纹胸？你让朋友们看看，我把买十个重在一起给你戴，也是个伤心太平洋。你家里不是有两个吗？那两个都已经破了。破了你不会补啊？雷锋同志说得好嘛，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你他妈两个可以戴九年。等你这两个戴破了，我找铁匠给你打一对铁的，戴一辈子。老公又干嘛？ 我饿了。你猪变的，早上才吃过饭。现在不已经都是晚上了吗？吃什么？咱们去吃海鲜吧。海鲜？你看老子长得像不像海鲜？零钱挣不到你还海鲜？给你一块钱，那边买两个茶叶蛋。啊，又吃茶叶蛋啊？行了啊你。哎呀，咱们去吃海鲜吧，老公。就是，放手。不放了。放手。不放。放不放？不放。还给你脸了是吧？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？坐在安静角落，爱与这一刻找个结果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但是自己辛苦的时候
的想一想，谁在追求可以的温柔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吃海鲜去了。啊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回来跟你说事儿。这事儿我想了好多天了。我觉得我们俩这样过下去没什么意思。这是咱们家房子的钥匙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要。拿着。我不要。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不要拉倒。老公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你没错，我错了行吗？我不爱你了，我对你没感觉了。可是我们已经结婚七年了呀。你没听别人说的好吗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七年夫妻全离婚。老公，我们不要离婚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年轻吧，比你漂亮吧，比你丰满吧，哇塞耶！他是谁？他是我秘书。秘书？秘书你都不知道？秘书秘书就是老子秘密的叔父。自己在家啊。不，老公你不要离开我。放手。不要离开我。放手。不要离开我，老公。烦不烦？亲爱的，我们又去吃海鲜。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灿烂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。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灿烂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。嗨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的是个骗子，把老子钱全部骗光了。屈服啊，大哥，谢谢你是好人呢、啊，苍天有眼，祝你找十个老婆。谢谢哥哥，想必哥哥也曾经有过相同的经历吧。谢谢啊，不是老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错了，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跟我说你错了。你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是你的妻子，我也是一个女人了。
我想要的仅仅是一点点关爱，一点点的人，可这些你给我了吧？我每天守在这空荡荡的房子，躺在这冰冷的床上，可你的怀里却搂着别的女人，你想过我吗？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当一个男人没钱的时候，他会善待自己身边的女人，为什么男人有钱了，他们就变了呢？我知道是我伤害了你，可我不敢奢望你的宽容。我这次回来，我只想真心真意地跟你说一句，对不起，老婆。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被你留下来。这些天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原谅我，好吗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老婆，掌声不响亮，誓死不分开。屈服啊，这感觉从来没有过，我起码垫了四层海绵。看更多精彩相声、小品《东北二人转》，请微信搜索公众号 QUYI56，关注曲艺社。